解题特殊机步进马达转速计算，有一个三项步进电动机转子突击数为12个，每秒每项加入24个脉波，求每分钟转速为何？来，18题，它是一个步进马达，那它我们要先算它步进角，360度除以尺，像素乘以尺数，它所以弄出来就是每一步会有10度。那这边这一条，这边我刚才写错了，每秒每项24个赫兹，那它全部就几个赫兹，一秒它就全部就有72个赫兹啊。那这时候代表我一秒会走几圈，几度会走了720度，因为一步是10度，它走了72步，那我就会720度。我转一圈是360度，我每秒送。转了720度，所以就代表我转几圈，我一秒就转了2圈，所以我就是2 RPS， 所以就等于乘以60就等于120 RPM， 这是第18题 ，OK 吗？答案为 A，